1月1号是儿童节，张丽颖通过微博破出一组照片，并配文称：“六一小妹好，遛完你还是一个人。”从照片中可以看出，我们颖宝穿着白色 T 恤，头戴白色棒球帽，时而拿着卡通形象的冰淇淋拍照，笑容灿烂；时而跑到娃娃机前认真地夹着娃娃，也是超级有童心的说。粉丝纷纷评论：“六一快乐，小赵同学，我不是一个人，你也不是一个人，还有我，吃好喝好，只要你开心就好。”也有宝宝调侃：“没有晒战利品，看来是没抓到呀。”芒果捞新闻也希望颖宝早日找到自己的归属，不要再是一个人了呀。报道。